兄弟们，这个老板又弄了一只。这个宝宝老板弄的时候，就是一直想把这个技能打掉，一直想把这个技能打掉，结果就他妈打成全红了，双特殊怎么拍都不掉，就有一个蓝书夜战还是啊特别好用的技能，零刃100%拉出来，加150%，然后出其不意再加15%，善恶再加200%，必杀再加150%啊，战敌再加150%。这只一只伤恶当状态都不全部叠加加起的话，它等于几只常规的宝宝，相当于平砍的多少倍啊？伤恶2倍，灵刃1.5倍，然后综合系数的话还有一个1.15。你们觉得出其不意有1.15这么简单吗？就是你们觉得出其不意是真的多15%吗？我觉得不是，出其不意绝对不是表面看到的多15%的数据。善报万喜。没偷袭啊，偷袭套呀，啊，不是特别屌，因为攻击速度最快的海毛虫啊，最慢的那我估计可能是机关人吧，啊，兄弟们，恶报来了啊，三点四五的系数，如果再爆必杀的话是5.1的系数，一只顶5只啊，一只顶5只，109级沙龙神，一个恶报10000血啊。完了，装逼失败。好了啊，这只才是咱们真正今天要测试的，这只跟刚才一样没有区别，别看刚才那只技能找，这只也仅仅是多一个强力而已。兄弟他没战敌啊，来看一下输出只会比刚才多，不会比刚才少。一致没了，用个野兽就不稳了。第一下恶善报啊，恶报10000啊，基本上数据非常的稳定。打人的效果的话应该会更好，数据马上就下来了，零刃没有了。运气稍微有点瑕疵啊，能不能爆个币？来个爆个币吧！谢谢24哥的3个火箭，谢谢半仙哥。哎呦我操，这三个有爆，他妈几率怎么不太一样啊？感谢我陌路哥，谢谢陌路哥，感谢陌路哥，请我吃那么好的、那么贵的啊高档的餐厅。